那下一句是：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是以无所得故，才是真得。那我们看修行这个过程是不可泯，那最后的答案必须清楚。在过去呢，嗯，我也是很努力的修行啊，做也好好做，诵经也好好诵，读也好好读。嗯 就怕遗落了什么，所以写了好多东西啊，叫《封人日记》。<laughs> 哦，写了好多东西、啊，那晚上睡不着啊。这睡不着就是我最大的优点。那客厅点的灯又好浪费啊，啊，呼呼风呼呼的吹，很冷。房间点灯呢、啊，家里人不好睡，我就跑到厕所去点灯。 厕所没椅子就坐马桶，就一盏灯加了一盏台灯，这没有没敢念经呐、啊，就在写疯人日记，又 <laughs> 写啊写啊写、啊，好多的想法，好多的自我解释，好多对佛法的一些知见的厘清然后好多自己个一日之中发生的心念的解析。 啊，对，做环灭，哦，好多年了、啊，写的日，写的日记好高啊，哎，这叫有德，知道吗？文思修，有文有思啊，自己思自己自己的，那这个久了之后啊，这些日记都变黄了。 就摆在橱柜里，但有一天呢、啊，就修行啊，就是有有一个突破点，突破之后啊，我就把日记烧了，就把那些东西都烧了。人家看我在烧，就很多人就觉得很可惜啊，我怎么把那些东西给烧了？我说会说的时候就是疯子。 因为那是自说自话。当不再说自说自话的时候，才自由。因为人都会有个意识，你觉得什么，你悟的什么，你觉得世界怎么不应该这样，就开始写，对不对？那里面多少臭屁跟骂人的话，当然可能也会修饰得很好，就尽量不伤人。 所以，我们看这些如实的看的时候，其实你会懂那是在什么样的过程，并不是为了标榜什么，而是自己内心还有善恶是非，还有实相论的这些辩驳的情形，对己而言是一个过程，然后披露真理，是不是这样？要把真理给说出来，所以你会有那个勇气。 那勇气要把这些说对。那在在说法的时候，其实会呈现某一些很特殊的景象。修行人的说法有一种是批判型的，就是别人的不对，就强调别人不对；啊，有一种人是强调自己的对，说别人的不对或者强调自己的对，这两种都没有什么意义。那、啊、另外一种就是。 你把实相说明白就好了。那如果可以提供的，提供做一些佐证，那这上面没有是非，这样才是一个比较比较符合啊。佛应该是要教导这样。那如果我们看有有些会强调，再强调，再强调，再强调，其实要强调应该是说，同学你要你要回光返照去看到你自己，但你不去看你自己，你不回光返照。 这个说，法师也不会少块肉啊，对不对？也不会因为你头上长个包，那这个上面是是一种殷切，那这个殷切确实自由的。有人说啊，印个师傅啊，有时候你信众、你的听众很少，那有时候又很多，啊多就多少就少。 啊多伊就是听落，我刚讲话哈，讲了一听有；啊少就是讲我上一节课讲了不好，一困起，下一节课歪来，阿得娘嘛，就是就是这样。你要去看这些东西，都不是，不是你一个介绍佛法跟说法者，你对于相应不相应跟这些的一个启动的念头，一样的道理，一度众生，但是一次度一百，还是一次度一个？ 度度一百你你看出席率一百了，啊？如果你面对面一次度一个，那也叫一百，那叫一百分。<laughs> 一个是一百个，一个是一百分，都是叫度重嘛，可是都没有叫度，这才是没有负担的。这样知道意思？那我们。 讲到说，嗯、呃，这个自信空不爱缘起有，所以这个无不妨碍因果的建立。那缘起有也不忘自信空，所以菩萨没有万法的取着，能够说有而不着诸相，谈空而不废诸法，才是波若真空微妙的地方。 我们如果依这个波蕊毕竟空慧而获得心无挂碍，乃至就近涅盘，就可以成佛。那凡夫被什么所牵绊呢？凡夫啊，就被色给牵绊。凡夫已经都落在物象上了，所有的一切欲，就会自然被他牵绊着，所以产生我执，因为色受想行识嘛。 你本身就是色，那時候所有存在也是色法。二乘是被空给牵绊住，就是对于空的这个道理，你想要获得这个空，那这个空就成了无形的牵绊。凡夫是被有形的牵绊，全教菩萨被两边牵绊。 这是长，这是断，所以啊，这个中道，所以它有法执的牵牵绊。那头球，我们被什么牵绊？就自己要懂就是了。有时候被有，有时候被空，有时候被物，有时候被理，对不对？那凡夫在这个五蕴的。 波动啊，重复、重复、重复，里面就有分段、分段、生词，就一小段一小段。你看，你每天如果有五运的话，这样一小段一小段一小段。那有的这个重叠、这个，这个这个结构，这个把你的色变成我的想啊，把你的受把你的受，嗯，你的言辞表达出来，又变成我的色。 人都是这样的、啊，把你的形变成我的色。那这上面呢，其实纠葛纠葛，呃，五蕴呢、啊，一小段一小段，那生命里面呢，不断在重复这些，活跟死之间又有一个起点跟切点，分段生死，感觉到很恐怖啊。凡夫就会这样，二乘人呢？ 他偏空，他想要空，全教菩萨他也要中道实相，所以就会有一些变异生死，也就是精神层次的一些变化，境界上面的变化，这个叫变异生死。那凡夫就是不不觉错认这个四大假和这个三是我。 那因为这个执着，所以有老病死这种恐怖。那外面呢？对外执着万有的这些为实有。你看，我们就人就是要活在地球上，我们就要活在这个空气水里面呢。就是一定这些条件，就是要给它把握好，就是外事大，所以。 放不掉嘛，所以万法就会产生了挂碍，患得患失，这些恐怖又会发生，这都是没有般若智慧。所以迷失相之理，用妄想心在想所有的一切人事物，用烦恼心在对待所有一切，所以会有恐怖嘛。 菩萨因为有波瑞智，所以他用清净的心在对待所有一切，一，这个实相的因缘，随顺的因缘去圆满。所以这里面无求啊，没有所求，也就没有挂碍，啊，没有什么好恐怖。 那如果我们要依波若而修，你要慢慢的、嗯，比较上手了，心静一如，也就解脱自在。心静一如听起来是这个四个字啊，其实不容易办到，对不对？嗯，内不着身心啊，外不着万法，这样子。 就能够不挂碍，没有挂碍，也就是没有恐怖。你只要有挂碍，就是你有某一种想要的答案，你就害怕那个答案没现前。有些时候是害怕那个不圆满，也就真的会掉到不圆满。你再怎么样都会趋向那个不圆满的解释，对不对？所以这些啊都会产生。 一些颠倒梦想，我们说远离颠倒梦想，这个远有两个解释。第一个是永远，以时间来讲，讲永远；啊，第二个是讲距离，距离就是就是不见了，离当然就是离开了。所以远永远就不是暂时，那离就脱离，就解脱。 就远离，就永远脱离颠倒梦想。同学晚上做梦会不会再颠倒？明明白天看什么都有意愿，然后都不会都不会有贪念啊，晚上做梦还起贪念呢，对不对？啊、晚上做梦还会颠倒。举个例啊、哦，给同学听，最近有一个学生他才好玩，他说。 每次哈、喔、在梦中哦、喔，就看到鬼啊，这个鬼对我不利啊、喔，我就开始我就开始哈、喔、跑，然后有时候就开始骂他。醒过来的时候，哇、喔，我腿好酸呐、啊！<laughs> 我腿好酸哦、喔喔，那很气呀、啊！我醒过来还有情绪呢，气说我又没得罪你，你干嘛这样这样对我不利啊。 那师傅，我该怎么办？我说他他来找你，鬼来找你，你就这样看他。你为什么要跑？是你跑他才追，还是他追你才跑？<laughs> 他说对哈、哦，在梦里的时候，我看到鬼我就跑。我说那你想啊，你有没有跟他对话？ 可是你看到鬼，你就开始跑，就你都没对话，他自己一直气，一直气，一直气，你就干脆直接跟他对话，他就一直灌输自己说好，我下次不要怕鬼。啊，有一天晚上、啊，他就睡觉，有鬼来了。其实那个人就是比较常常梦到鬼了。啊，这鬼是真是假，是只有他的世界才有。第二天来上课，他很开心，师傅，我要不要长那么糟。 我站都么站，卡都未生。<laughs> 我讲，你讲那你怎么度过？他说：“被鬼来了。”其实我下意识的讲：“鬼，我惊你，怎么？我如果开始走，叫我走三步，我想讲，我想都爱走，在梦里啊。”师傅叫我不要跑，他就动开，就没讲，阿你起不冲啊？<laughs> <laughs> 你说啊，你是不是冲他？我看你下当他说你是不是冲他，我看你下就是那个不怕，他是不是就没有怕，就醒过来了？我说啊，你醒过来到底鬼有起来的面床桃到底有没有鬼在你的床头？我没有啊，所以这个鬼到底是真还是假？这个鬼到底是真还是假？ 伊讲吼，我就听我走十几年，伊 <laughs> 讲我走十几年咧，啊，半秒咧，好贵哟。就其实只有一念，就就是那个一念，我阿力想努力走，是你走好脚，还是伊甲你弱，你再走，对不对？就就这样远离恐怖。 他就降远你恐怖，所以人会会不会在这样意识里面去产生很多颠倒见，然后白天梦不够，晚上继续创造。我是要解释梦想颠 <laughs> 倒梦想就是这样，你有多少残留的东西在里面，你为创造很多很多很多不可思议的境界。 啊，这些其实就是颠倒，就你有很多多余的，一一个念头。所谓颠，就是把头转过来；倒，就导致嘛。我们是头在上，脚在下，啊，颠倒就是，呃，头在下，呃，脚在上，就方向相反，错乱，就是颠倒，这是脾喻啦。 那我们世间有四种颠倒，对于世间诸行无常的生灭法，忘记为常，这叫常颠倒；世间的诸苦，忘记为乐，这叫乐颠倒；对于世间的诸法不明白一切无我，忘记为我，是我颠倒；对于世间诸不净法，忘记为净，是为净颠倒。 也就是妄认血肉之身为净，就以为自己的身体是清净的、干净的；以为世间的享乐、享受是乐；以为世间的享受是乐；以为缘影这个心是常，原生之法为我，这是俱色论里面解释的。所以众生就是有这这种颠倒。 那我们要了解佛法在说的无生无灭、永恒不变，叫常；即灭永安，常离诸苦，叫做乐；自在解脱、真实无碍，叫做我；永离一切尘劳垢染，叫做净。这才是常的我、净。佛陀在入涅盘之前，他有告诫弟子。 他说：“如果若我灭度后，如果我灭度之后，尔当依四念处为住，就是你要不离四念处的这种观法。四念处就是：第一，观身不净，可以对峙静道；那众生就以为自己身体是干净的。第二，观受是苦，可以对峙乐道。” 这是这个觉受啊，其实是苦的。那有的人就很喜欢自己能感觉的这个敏锐度，沾沾自喜。其实这是导见，关心无常，可以对这常导。心中有所有所思，有所想，其实这是,这是颠倒啊。这个心是无常。 观法无我，可以对峙我倒。就是佛告诫弟子用四念处来修对治这个四四种颠倒见。那我们刚刚就谈到很多梦想，就是梦中的幻想、虚妄不真实，对不对？那只要是人类现前的这个身心世界。 都会依凭着自己过去的一些习气，也就是无名，然后在中间产生了很多妄想啊，这个就是比喻，就是一种梦的意思。这一切其实并不真实，是因为迷，所以有这些虚妄的认为而以为是真的，所以种种。 环环相扣的意见，其实是在颠倒当中，而且而且不断的执着它，这个就是所谓的颠倒，也就是梦想啊。在《楞严经》里面有一句话，他说：“却来观世间，犹如梦中事。”也就是修行啊，如果你能够看得懂，其实你所有的这一切，在一些虚幻当中。 放下吧，放下吧。那放下之后，你会发现情绪就不见了。那那种期待的想法，也似乎若有若无的，只知道事情会怎么发生，但不会预设立场。我们世俗常常讲啊，临行嗨嗨，跟他忙一丢呢？好像在梦一场。 那一夜之间的梦啊，其实是小梦啊，片片段段的梦，一生都在这样的一个虚幻当中。这一生的梦就比较大一点了。那轮回的梦啊，就是梦不完的梦，真的很辛苦啊。所以，当你真的看到自己这个无名烦恼、习气啊，纠葛着，然后你不被其所控制。 这个时候，你本觉啊，就是那个清净的东西，就自然好像所有一切都明白。然后里面呢，没有人事物的是非，而只有看清楚，这就是人的想法，这就是事件的结构，这就是所有一切的呈现。那这里面没有谁是谁非，它就是这样实相。当你从这个地方醒过来的时候。 你看，原来自己的，呃，局部的想法，人世间的对话，或是人与人之间结构的想象，这些都是梦中事啊，这都是在无名当中产生的一些解读。所以今天呢、啊，就是要学着用这个波瑞智慧照破它。那照破，其实照破的东西。 也是无形无相，那这个波蕊呢，也是无形无相，就是在虚妄当中有了一朵空花，然后用波蕊智慧的光，其实也没有发出真的光，来照破这朵空花的迷雾，所以当下其实都是假的。那这个作用呢，称之为佛性的作用，但为什么会有这个作用？ 就是因为假设性的起了错误的知见，所以以无相而照破无相，回来的是空相，也就是离相。它这个空是毕竟空，就是有是一种过程，然后相产生了是一种假设虚幻，最后照破的。 也是一个相应而有的办法。这个造的功能，回到的是一切真心，所有的一切实相显现，如梦初醒啊！那你会回头去看这些梦境了不可得啊，就是远离颠倒梦想的意思。所以自己在自己的世界里，好是忙碌啊、哦，等一下创造。 等下又要远离他，那等下又对于自己运作的这个过程产生了极大的信心，对于答案产生了绝对的勇气，其实这些也通通要放下，这是无智亦无德。所以波蕊就是明白毕竟空，行生波蕊的菩萨，就是能洞见一切诸法。 是缘起性空的。那如果你了解一切是性空，你就不会执着在种种虚妄颠倒的想法里面。颠倒梦想是生死的夜因啊！如果你重复的这样，就是一个起一个落，一个起一个落。那如果这个夜因既亡，生死自了啊，就没有什么恐惧啊。 解脱生死，也就是涅盘的境界。这说来说去，好像不顶难，但是又很难。相信同学这么一轮、两轮了、啊，今天两第二轮的最后一堂课哈、啊，这两轮下来，有没有一点点上手的办法？有没有发现你有第三只眼在看一个混乱的自己？有。 然后看了自己混乱之后，又觉得自己很满意，原来不混乱，嗯、这个也很假，嗯、你知道吗？嗯、<laughs> 知道吗？其实就是通通的混乱也没有了，要看的那个我也没有了，真的实相，原点也是起点，也是终点，生命就是这样，是不是就很完整？那你说事件的发生啊，所有一切会有个过程，那每一个过程。 就像卡通影片在画的时候，它画出来的一个样子而已，那就是一个样子。那生命啊，很多会持续性的，那你也不会忧，也不会喜，也不会期待。但你有能力，你有能力让所有的一切更好，这、就是就于实相的因缘，发挥它最大的、最好的状态。那这些呢，就是呃菩萨的作用力。 也就是能够把所有一切产生它最好的功能，啊，让众生处在最好的状态。那这上面呢，就讲了，如果能够这样，就能就近涅槃。那这涅槃，我们还是做了一些总总说了，在我们修行里面，一定对于涅槃有一个遥远的想象。 这个想象中的涅盘都是想象的。那真正你开始要修行的人，知道有涅盘，那不是用想象的，而是你要实证。这只有证得阿罗汉果，才会真的了解涅盘。那证得阿罗汉果，对于招感生死夜因的这一些见思惑，已经断尽而不会升起。上次有讲到啊。 有的人什么都有意见，对不对？啊，那你有很多的想法，那这些都是一个过程的做法。那如果你前面这些都明白了，那你当下当下，这些也不会困扰你。那对于前面的业力招感，还有这样的一个报身生死果报体，也就是这样的一个身体，他依然还要活在这个世界上。 但是你的精神状态已经处理完毕了，已经没有再烦恼了，也没有颠倒了，这样子叫做有余涅盘，也就是还有一些剩下还没有完成的过程，但是你已经正得涅盘了。那如果当呃这个果报体的，它也到首报的时候，就是。 以前的烦恼业因啊所感召的这个色身也将要落谢了，受报的时候就进入了无余涅槃，那就是没有再什么剩下来，你要去操作的啦，你要去做的。那精神状态呢，一直是完整的，所以这样的理想是不是很理想？很理想。 那这个就是正德阿罗汉，呃，声闻他所正得的涅盘。但是这上面佛在讲啊，这个这个涅盘呢，并不是佛的涅盘，这只是修行里面一定会体得的，这是呃三乘共振的涅盘，三乘都是一样的、啊，都会正得这个涅盘，但是它涅盘。 智慧的使用就不一样。如果说我们招感生死的这个心理呀、啊，已经没有了，没有生死生死烦恼业跟这些祸也已经解决了解脱了，那实现就所有生命，真、呃、的所谓绝对的清净的毕竟的相状，那这个这种解脱。 这种解脱还必须真的你的智慧，你的智慧是如佛。因为我们在修行过程，其实大家很明白，你不管你修行或未修行，你修行到某一个程度，你都会知道有些事情很明白，有些事情不明白。那就大成跟小成差异是在讲他明白的状态不一样。 如果说我们，呃，这个分段生死的这个呃因缘没有了，啊，这一段也不会再产生了，这个是对自己很明白而已。但如果说你对于成沙或，也就是所有的一切也都能很明白，然后那样子的灭涅盘，才是属于大成方面的涅盘。 所以刚刚所讲的有余涅槃、无余涅槃是就小乘而讲。那如果就菩萨而讲啊，要讲变异生死的因尽了，这个是有余涅槃；变异生死的果也尽了，才是无余涅槃。就讲到变异生死的因，就是意思是说，我们已经没有分段生死了，但是你在境界上面还有来来去去。 这上面法身上面还有一些体现的跟未体现的，那这个因尽了，就是你不会再造作，但是你这个开发还未完整。到变异生死的果尽了，就表示你就完成了，完成了所有的智慧都饱满了。这个时候是大乘的无意涅槃。所以以大乘而言，也可以分它的有余跟无余。那这个有跟无。 其实讲的就是这个智慧的部分。那如果说以大小来比对的话，小乘所证的涅槃就叫做有余涅槃，大乘所证的涅槃叫无余涅槃。因为小乘呢是分断生死啊，就是灭了，但是还有一些成沙祸，还有无名。那大乘呢是三祸全断。 二种生死有灭，没有其他的烦恼可以再灭，所以叫无余涅盘。如果以有余无余来解释的话，可以这样来做比对。那么以修行来讲，你初初开始修行是灭生死而正涅盘，这是灭生死而正涅盘，就是你没有生死的因了啊，那你就内心就完全。 自由了，但大乘呢的修行里面，他是了达生死即涅盘，所以它前面有一个正，后面是一个你了达状态的时候，这个涅盘的状态是不会失去的，不会失去，在所有的一切生死里面，你都知道它无生灭，所以它就不是用正，而是一种持续的状态。 那这个就是在本性的极面上面的差别啊。如果说我们众生是在染当中，你一定会有体证嘛。原来自己都假的，现在才知道，原来过去过去是虚幻，过去是虚幻，这个就是会有一个空的体会，这个证，对不对？那维持在真正所谓空的道理、空的体会当中，是不是所有视线？ 所有的事件，所有的世界一样在流动，在行进间。而这个流动跟行进间呢，你知道它毕竟空，可是它有的道理呢，还要花一点时间去认识它，它的因缘结构。当你认识这因缘结构，到完全了解这个诸法，它是性空的，不是刚刚体证过去，刚刚体证是对于自己的过去，对不对？ 那现在第二次的体证是对所有的现在，再讲一次：当凡夫在杂染中，你第一次的体会是不是体会与自己的过去是虚幻？就是对过去的呃总整理，跟对过去的一切结构，就是刹那之间，呼呼哎，么过去啊，知道吧？那个是第一次的体会。 第二次的体会是现况的，现况的，就是过去是是虚虚妄的无名，但现在不断涌现现前的这些呢，它空有的关系是什么？它空有的关系，那现在是不是等同是自己的过去？过去，如果你不以无名，你是以空空的证件来看现在，当你住在空里面，现在。 就如幻，然后你进不去。如果你认识现在所有的一切涌现，它的因缘结构，它因缘结构，你进入有之后，再了解有当中是空，这个过程就是这个过程。这个过程的从接受有，再知道它最后的答案是空，那这个有的当中会有非常非常多的解释。 而这个空的道理，是你一直想要维持的。可是有跟空会打架，就是在自己明明是空啊，我上次的体会，一切是空。可是这个有为什么还是现前？我不能否认这个有，空跟有打架中间一定会定义出自己的定义，这个定义就叫法。听懂？而这个定义，当你每一次。 起了一个定义，把握了这个定义，然后你认为这个定义是对的，这个叫值，当你对于这个万法，就是你在空跟有是修行的中间啊，就是由见空性之后跟有之间的理清这一段，那这一段，当你每一个法现前的时候，你知道这个法不是必进的，所以这个是我认知里面的某一部分。 那我了别这个实相，而、哦、我不执不住这个法，这个时候就会放下，然后会轻松的去让所有的一切不断的现前，然后这些万象这个万法，万法其实，在自己的当下是存在的，在所有的一切是存在在自己的存在中，所以万法也是虚幻的。啊。 那等到这所有一切解释完，他回到空的时候，你还是会了解诸法毕竟空。这个毕竟空是由自己走完的时候才认识的。可是这个毕竟空，以实相它的运作关系法而言，它终究毕竟空。以你心里的状态，哦，最后的答案是这样，跟自己中间那个假设性的道理跟假设性的定义，它是不是一直在转换？ 一直在转换，一直在转换，无助就记得无助离相，无助离相，这样一直一直到诸法必竟空，那你是轻松的。你最后的这个这个体会，就是破我法执的部分。但破法执会比破我执强度看人因人而异。破法执，它会绵绵不断的一直有体会，一直有体会，一直在修正，一直有体会，一直在修正。 但是破我执、就是、是一个非常非常强烈的刹那觉受，这样解释同学，因为有一天你说哇，原来自己过去是虚幻的，是假的，就只有两种象状，一种是狂笑，一种是狂哭，因为呵呵有很大的震撼，跟那个震撼是刹那之后，马上进入法执，因为现况。 现钱，那这个要一直做，做到诸法所有现钱的全部三或全断，不是不是烦恼，然后也没有那些琐琐碎碎的其他的因缘不了解，然后也不再犯无明，那这时候这二种生死就分断跟变异生死才有灭，那这样。 修行就是有他的一些能力啦、啊，一些果德，这样了解意思、嗯、啊？所以以凡夫而言，第一次见空性的那个经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才知道自信本清净。但是，但是下一句何其自信能够现万法？ 这个还没有嘞，只是了解自性本清净，所以知道本来是一丝不挂的，一尘不染的，这个是很重要。但是重要之后，它是第一个关，第一关卡之后的后面这一段，如果你一步也踏不进去，终究你将你将进入断灭偏空啊。而这个偏空要用很大的力量去支持自己。 跟世界不互动，让自己进入生犹若死啊，就是生而犹若没有作用的状态，那、就是很很不健康的，不是一个正果的情形。那小乘的涅生死而正涅盘，他是在这个中间，但是对于自己的处理的这块，他是有完成的。 它是有完成，然后大成呢是对于所有现钱的，不是完成自己内部的而已，而是可以在这个里面，有它的作用力差异就是在那个那个圆满是自他，啊，那如果说这个小成是断自己界内的私货，大成也断界外的尘沙无名货，这个就是。 界内界外断货的差别，这、就是大小乘。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举例？因为修行难免会有一些自我境界的自我对话，就自我自我要去肯定或自我要去检责。那这个自我检责都会需要靠祖师大德这些经验经验谈来比对于自己是不是。 住在某一个点，所以这个时候啊，文思修是从头来过的。我们修行开开始的时候，是不是文思修？这个文思修是凡夫凡夫以杂染的角度去文思修，所以这个文思修是为了调整之见，然后要修正行为。那修持呢，以佛法的办法为自己的办法。 但第一重的文思修，那些的答案其实都是个别的。当你见了空性，然后再开启的文思修，那这个文思修跟前面的文思修就不一样了。它不是修正之见，因为你本身已经知道，已经知道你原来是，在无明状态所起的任何思维。 就是意识形态。当你见空性之后的文思修，就是从体性里确确实,实实去把那个所有的杂质、跟所有的种子、跟所有未圆满的，一并去把它做修持完。也就是，如果你有杂质，这个时候的文思修就是看得懂杂质，看得懂杂质，该圆满的部分你会去圆满它。那种子呢？ 会知道这个种子的结构怎么结构来。那现在种子呢？它一定会带着你过去的一些故事。那这些故事要转为养分，那就会这些东西跟你的愿力，跟你生命里面的觉而行，也就是自觉而行，要觉它的时候。 成为一体，成为一体，那个就是与你有缘的众生那这个点讲到这上面的差异，菩萨跟二乘的差异。那小乘是无生，它是素法身，它没有办法展现这个用途作用。那大乘菩萨呢？ 大乘菩萨，他正得法身波瑞之德，所以他有法身跟波瑞那波瑞就是智哦，所以这个上面差异在于众德具足或不具足。也就是修行人，如果你你慢慢修持，你就会懂，你就会懂。有些有些大德。 他在自己安住在净土的状态之下，清净的状态之下，也能够度化众生。可是有的人他必须离群所居，去维护自己那一份清净，而不能产生任何的作用力。那这上面都是一样是开悟的，可是他开悟之后却差异很大，就是一个是治疗，一个是能。 也了他这样子的意思啊。那二乘人面分断生死，不受后有入涅盘，因为他急于取证涅盘。大乘的菩萨跟佛呢，他离变异生死，习妄归真，证无余涅盘，这是差异的。总说二乘所证的涅盘。 它本体上是见思或烦恼永吉，因为他不会再有那些想法。偏空真谛的理显现，他安住在这里面。但菩萨所证的涅盘，它的本体是尘沙烦恼永吉。那淡中俗替理现前，这个这个要看这个菩萨在什么样的状态。有的菩萨呢，他那修行里面，因为他有。 了，要了他，不是治了而已。他要了他，这个他不是人物的他，是全部的，全部自己因缘法的关系法。当你要圆满这些的过程里面，他一定会有空观、假观。在空观、假观的运作当中，它会有一个理想的中道，中道实相观。可是中道的实相观呢？ 还没有办法，还没有办法一贯呢、啊。所以啊、呃，就会有这种淡中，淡中，也就是就会标榜着那个中道实相，那个中道中道实相，还是心中的一些呃，想要离开自己的长段的一种理想，所以它这个是三替格力也就是你在。 呃，空观、假观当中，它是有一个时间的，有一个时间，它不是当下中道实相。那佛呢，他所证的涅盘本体是无名烦恼永极，实相中替理显现，也就是所有都是在中道实相当中。那我们修行跟自己的行为，有的人会有极大的落差，极大的落差就是他了解道理，可是他做不来。 他了解道理，可是他的习性使然，会自我保护，对不对？那自我保护的状态之下，又能够说出那个道理，然后自己要自我保护，又有一一番假设性的美化言辞，对不对？所以看起来他是不是很有波尔智慧？那叫相似，他其实不自在，这个要回头去做功课。 要回头去做功课，要看到你想要跨越自己，这个马上要去要去立它跟觉它的时候，你必须把自己放在清净的定义当中，你必须从这个本体里面先安住在清净当中，这样子你就不会有相似的与自己结构的这些东西存在。那我们谈到这个波呃这个波尔智慧跟涅盘。 小乘虽然不算说是圆满解脱，但是他还是了脱分段生死。那在三德里面仅具解脱一分，其实只有解脱德，他真的是解脱了。那大成所证的涅盘，他是圆断烦恼，圆满解脱，圆正三生、圆获三智，法身波蕊解脱三德具备，常乐我净四德不缺。 那这部经《心经》所讲的究竟涅盘，就是指这种境界，就是指这个。呃，在涅盘的呃这个种种类里面，还有分性境涅盘、无助涅盘、前面有余跟无余涅盘四种涅盘。有余跟无余涅盘是三层共振，你任何修行人都会都会解脱的。 都会解脱，会正德，然后正德之后呢，你还有一个所谓呃这个这个果报体，这个果报体不再烦恼向左，但是它能正常运作，所以三成会共振。凡夫无份，凡夫没有开始修行，你对于涅盘这个东西，再也不是一个东西，你是。 没有机会的，没有机会进入的。那我们谈到性境涅盘，是讲我们本具的、原来的相状，就是我们本本有的佛性，它是清净的，大家都可以回到本来的面目啊。那这个性境涅盘就是讲要强调凡圣同居，无助涅盘就只有佛才正德佛果独正。 那我们自性本清净啊，性本空寂。有的人说性本空寂不假他修，所以不用修，这、就是狂妄的。如果你本身呢，你只有性境涅盘，但是你并不。